安迪，我们今天来这边行程要干嘛？我们今天来到山上，要找山道的清道夫，要找很多志愿者跟着我们一起捡垃圾。那我们出发。走，出发出发。哎，不要太难。不要简单。等下打个惊叹号，小编慌了，没有垃圾。真的。我方便打扰两分钟吗？我们是那个要推广进山活动。我刚刚看到有一群人在进山。对，他难怪被他们捡走了，我们要去追他们。快去追。对，因为可是我们要赶的11点吃饭。好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。Hello， 对，你好，我们是城市绿洲的户外用品店，然后我们也在推广这个概念。那很棒的是，我们刚刚在走的时候完全没发现垃圾。对，然后跟你们认识一下，对，我完全捡不到。那我们交流一下，再给你。没问题，一起带走，我有一手。那我们在推广这个真力奇迹。通常大家都是无痕山林，它都只是没有去留下垃圾，然后我们这个动作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在进山，好，我们叫身临其境，就是一起在爬山的时候捡起来，把垃圾捡起来，主动的，我们也是哦，然后可以跟你们合照，我们也有情侣，FB 就生地奇迹就有了，照片也会上去。好，谢谢喽。拜拜。我们走，逆光哦。爬山一般都是无痕山林，那我们鼓励大家捡起垃圾。对，那可以去我们去参加这个活动，那方便跟着你们合个照吧，我们一起好像哦，身临其境。对，我们刚刚有遇到一队比我们更大队的，对，我们合照。